行车两用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当行车记录器，那拆下来一样可以当相机或是 DV 来使用，一机两用真的非常的划算。今天一样用一元竞标的方式让各位把它带回家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很好，那我们现在呢 F880L 原价6800块钱，现在一元竞标马上就要开始咯。小小的说一下规则，规则非常简单，每一次帮主持人加价100块钱，请问如果上一个竞标者说1000块，下一个要帮我说多少钱？没错，就是1100块钱。好，现在我们 F880L 马上要开始一元竞标咯，原价6800块的 F880L 现在一元竞标，请出价。100，还有没有人要再出价？200块钱，多少？500。